风不舒服、流鼻水、脖子酸，还有腰酸背痛的感冒症状。这时候介绍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葱白汤。这时候赶快呢准备四根青葱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四根青葱的部分要的是葱白的那一部分，请把四根青葱葱白的部分切成碎片，然后等水滚之后加到滚水里面煮一分钟，再盖盖子一分钟，请关火，把葱白捞起来热热的喝。四根葱白对应500cc 的水，好，这时候葱白汤可以缓解